因为跑得了一次，跑得了两次，能跑第三次吗？老婆，我来打你啦！我看能不能选。My heart and sword always for the must。看我的最后一把，该不会一宕机结束这回合吧？我 BO3 最后一把，低于 BO5 最后一把，兄弟，兄弟。Pokemon get 的噻！漂亮，漂亮。干怎么变盖怎么变结啦？我被他乞丐骑起来的、欸。他不行，他不准我，他不准我在那边耍飞，他叫我选点操作角色出来。太久没打，掉下来。短了一点点。你们不要突然集火他、啊。下路赢很多，然后屁。我没有耍帅啊！我刚刚 A 啊 A 啊 A 啊，我还是 A 哈 A 到他教技能哈。他这样没有死啊、哦！哇，我以为他死定了呢，伤害这么低吗？我让稻草人受伤了，他难受了。我这么信任你，你居然……你以为跑得了一次，跑得了两次，能跑第三次吗？没有天天在过年的兄弟。好吃，好吃。伊泽瑞尔开秀，伊利 carry， 妈的嘞！我气。我气气气气气！谁好杀啊？他们？我刚刚在想，我们杀错的。
屁屁，怎么那个痛不痛？622滴。我还想说要不要撤退嘞？怎么又发疯了吗？是谁发疯？要吗？放逐之刃那什么鬼伤害，我没了。他们吃得掉吗？伊泽瑞尔，处理一下伊泽瑞尔。干，我扣了两波大局啊，难受。这就是放逐之刃，他那伤害就离谱。我刚刚最好玩的好玩法应该是 W 跟 R 一起出去。我以为我们秒他，结果不行。W 跟 R 同时出去。就杀了他，我感觉呢，玩的伊泽勒你就闪现，好像也没这么无敌嘛。怎么会想要闪现开他？这都走不掉啊！这个上帝要怎么处理呢？他们上面要残血的，你又被 combo 了。又被给人家套给秒了，我去！我只是在卡面吃瓜的啊。打得有点慢，干，好像阿雷文好一点啊！我忘记我也有金人了。哎，拖太久才吃了，没有第一时间吃。雷文按女扣，我们都可以直接吃。直落三，狙击3-0，操！
啊，那卡特268赢了。啊，我们账户直接被做成皮包了。